最近，外网突然流行了一种教儿童如何防身的视频教学，然而这位国外博主却用一个个简单粗暴的招式，让众多熊孩子们知道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技巧都是徒劳。他的初衷本是想让学的防身术的孩子们清醒过来，可没想到网友们却不买账，还给他扣上了熊孩子杀手的称号，而他的行为也被众多网友争相模仿，以此来嘲讽那些被吹上天的防身术。当咱们遇到坏人把咱们按倒在地的时候，看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，他的注意力全在咱们的脸上，当他头往下伸的时候，你看咱们的胯要往起挺，看挺，实战给大家来一次，挺胯。好家伙，这是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啊！还是来看看我们警察叔叔的正确方式吧。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应对持刀歹徒。救命啊！